来，我现在会用点力帮你胸部往外拨，哈。来，要压紧哦。我自己检查的话是还觉得还可以接受，啊，其他的人就每次出来都说好痛好痛，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乳房摄影是一个还算比较高敏感度的一个检查。压一下的痛哦，那是短暂的痛，啊，你如果得到疾病的话，你以后是长期的痛。全球大爱台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今天的至为人医守护爱，我是王春花。再过三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您是否有关心自己或周遭女性朋友的健康呢？乳癌啊是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而乳房摄影是目前能够及早发现病灶一个重要筛检的项目。可是啊，很多女性朋友一听到这个私密检查啊，就会心生恐惧，以至于这个筛检率一直都不高。所以啊，我们今天呢要特别的从健康的观点带大家来认识这个乳房摄影。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台北慈济医院一般外科的庄步杰庄医师。庄医师您好。全球大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庄步杰医师。欢迎您。接下来是我们乳房摄影的沈云珍放射师，你好。全球大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沈云珍。还有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病友林美玉女士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她如何早期筛检救了她一命。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我是林美玉，欢迎你们大家。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空谣团队，首先是新陈代谢暨内分泌科的郭希文郭主任，第二位是胸腔外科的盘建德盘主任，第三位是麻醉部的彭翠锦彭医师，第四位是肝胆肠胃科的徐景胜徐医师，第五位是一般外科的李朝树李医师，第六位是中医部的黄丽文黄医师。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医疗问题随时都可以 call in 进来。谈到这个乳房摄影啊，很多女性朋友都会闻之色变，因为啊在检查过程中经常会感觉到不舒服，所以接下来我们透过一下这则 VCR 来了解这个检查的处理过程。乳癌是妇女最常见的癌症。根据国民健康署101年的统计，67万名接受乳房摄影的女性中，就发现有3800名乳癌个案。然而，整体筛检率只有30%。若是能够提高筛检率，就可以帮助更多妇女朋友提早发现乳癌病变。来，阿姨，请问一下您的大名是？来，我们这边请进哦，哈。年纪刚过半百的吴女士已经有2次罹患癌症的经验，为了自己的健康，每2年1次的乳房摄影，就算检查比较私密，她还是准时报到。因为你不检查，你那压一下的痛，那是短暂的痛，啊，你如果得到疾病的话，你以后是长期的痛。这边请进。这检查要压这么紧，是要让你的乳腺乳管均匀的散开，里面如果长不好的东西，那才会照清楚哦。吴女士点出了许多女性对乳房摄影疼痛的担心，因为要让低剂量的 X 光穿透，进而看到乳房中是否钙化或不明肿块的异状，因此检查时需要将两边的乳房进行挤压。我们的乳房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结构，那如果说我们在照射的过程中，如果说没有把它挤压的比较平均的话，它厚度不一，它 X 光照射下去，它那个看的会比较不清楚。当你乳房很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把它拉的比较多，这时候会比较困难，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痛这样子。为了提高诊断的正确率， X 光摄影时会将两边的乳房各进行2次上下和左右斜边的挤压，整个检查实际挤压的时间只有2-3分钟。吴女士回想起第一次紧张的经验，还好有女放射师的安抚，缓解了她的疼痛与不安情绪。还要压紧咯，如果觉得太紧受不了的话就跟我说哈。技师叔叔他们真的很有耐心，他都会慢慢跟你讲说啊会有怎样的情形哦，可是在我身上都没有发生呢。他说哎，压了之后会痛哦，啊会痛你会要忍耐一下哦，啊你要做一个深呼吸才会照得比较清楚哦。国民健康署免费乳癌筛检年龄从45岁到69岁，医学的进步再加上检验过程的人性化，希望女性朋友能忍小痛免大痛，照顾自己的健康。
其实老实说啊，就是我们筛检时候的一些小疼痛，真的是好过癌症的病痛哦。其实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个真的让我很震惊，就是这是个32岁的一个澳洲的一个美女，她之前的话呢，就是其实她胸型很漂亮，她公布了她。就是他治疗乳癌之后的一个照片，听说他公布完这个之后，他的脸书上的一些亲友都非常的震惊。那因为你看，请问一下庄医师，真的一个乳房的重建，真的伤口要那么大吗？这个乳房全切除的话，那伤口大概一边的话大概有15公分以上。是，所以真的要那么大？那请问一下，美玉女士，你也是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手术吗？是啊，我也是全切。是，那可是除了这样之外，我看还要做什么？乳房的一个皮瓣重建啊，甚至还会掉头发啦，体重还会快速的下降，还甚至还要有个伤口的引流器，有需要做到那么的可怕？一般因为那个乳房如果全切除的话，伤口就是范围比较大，所以我们会放置引流管引流，大概时间大概是1到2周。好，那乳房全切除的话可以选择重建，那现在重建有包括用自己的组织，就是自己的皮瓣重建，或者是放入植入物这样子。那体重下降跟掉发可能就是那个部分化疗的副作用。是，所以他有接受过化疗这样子。应该是接受化疗。是，所以我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他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否就可以不用做到那么的可怕的一个手术啊？如果可以通过乳癌筛检来检查到就是零期，就是所谓原位癌或者是第一期的乳癌，一般就是小于2公分的肿瘤，那就可以选择不用选择去做全切除，可以选择乳房保留手术，那也可以减少一些就是需要清除淋巴结跟做术后化疗的比率这样子。是，所以最重要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国健局要把这个乳房摄影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筛检项目，请问一下它的特性是在哪里呀？哦，它就是刚刚 VCL 有介绍过，它就是用那个低剂量的 X 光，然后从不同角度去照射乳房，那它可以侦测到一些，就是说钙化，然后肿瘤，还有乳房结构的改变等等。那有一些细小微小钙化点的群聚现象，这种是就是属于原位啊，或者是早期乳癌的特征之一。那有一些包括，例如说你用触诊或者是用超音波，可能都还无法发现这样子。所以它的筛检率是还不错。那可以看到说，就是那个有筛检的是蓝色的部分，那没有筛检的乳癌发现是红色的部分。那蓝色部分在零期跟第一期的比率，有筛检的病人就是大概有50%，哦，都是在零期或一期。那如果非筛检发现的就占35%，所以它可以提高一些我们早期癌症的就是诊断率这样子。是，所以乳房摄影真的是对于这种早期乳癌的筛检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哦。那我想请问一下美玉女士哦，就是你是这样一个早期筛检发现的一个幸运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候的一个经过啊？是啊，十几年前都有在做健检啊，那一直都是钙化。那十几年后在健检的时候才发觉，有一次在急诊室做志工，要带病人到复健科去，结果后来我们慈济医院5楼有妇女健检中心嘛，那我们的护理人员就说：“你50岁了没有？”我说：“哦，快60了。”他说：“来就很简单，只要健保卡拿来哈，做那个子宫抹片检查，还有乳房摄影。”那我记得那时候是礼拜五检查，礼拜一就接到说要再进一步检查。那还好有早期发现，结果是临期的原位的癌哈，那还没有形成癌啊就发现了，那我就赶快积极的做处理做检查，做足。结果还好，真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才能够，生活品质比较好一些，是，真的是为健康把关，真的非常幸运。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庄医师，刚才师姐有提到说，他的钙化已经好久了，好长的时间了，为什么现在反而更要小心呢？一般乳房摄影，大概在50%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到一些钙化点。那有大部分都是属于良性的钙化。那我们筛检的目的主要就是筛检出就是觉得有异常的地方，所以乳房摄影一般会建议就是跟之前的比较，就是对照，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这样子。那
侦测到异常的部分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其实如果是长期的钙化也不可以掉以轻心，有可能之后还是要很小心。对，是。哎，想问一下美玉女士，就是说像你会不会听到一些病患跟你谈论说啊，这个检查很私密啦，检查会痛啦，你会担心啊？有啊，经常听到，会心里会害怕啊，陪伴的时候也会知道，那轮到自己要去检查的时候，心里要先建设好啦。当要照的时候，当然摄影师那个也是他们的话语还有他们的态度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就可以化解掉一下心理的心理上的害怕。是说真的是会非常紧张、哦、会。那云珍，我想要请问你，因为你是乳房摄影放射线师，是第一线的治疗的部分，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你遇到那么多的病患，你在第一线你最常遇到的是怎么样的状况，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通常第一个状况就是病人会觉得痛，会怕痛，或是他还没做过检查，那可能周遭听很多人讲，那他可能进来就会开始很紧张啊，那就说我好怕这个检查什么之类的。那我们通常我们都跟他说事前的卫教其实很重要，我们都跟他说检查流程我们待会怎么做，那请你尽量放轻松，肩膀还有下巴都可能不要尽量的挡到，那我们就跟他说我们会慢慢的压，那如果你真的痛到受不了了，我们就会放轻，就是把那个板子弹开来，让他可以先休息一下，或是跟他说哎，我们压到这个程度可以吗？如果可以我们再就照相。那其实这个检查过程大概5到6分钟左右，所以我们就是可以请他尽量放轻松，那配合我们。那如果你有觉得任何不舒服都可以马上跟我们讲，那我们可以先让你做安抚的动作，就是让你旁边休息一下这样，那再继续做检查。那你在第一线的时候，你最常有甚至有遇到怎样的病人，有怎么样的状况，你都怎么处理啊？通常就是可能照到一半，他就是说哦太痛我不要，可不可以不要做检查这样？那我们就会跟他说，因为现在乳癌的罹患率很高，那可能我们比如说你今天不想做检查，可是可能等到你以后摸到肿块之后，可能是很后期了。那我们这个检查主要目的，它可以发现临期的乳癌，可以发现一些小钙化。那你今天做检查，我们如果真的发现了，我们可以提早做治疗，那就可以不用到就是那么后期还要做化疗、放疗之类的。是听说有些病人还会到哭到后来，对，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安抚他，那就是尽量先不要就是硬要帮他做完检查，我们会让他先休息一下，那会跟他说这个检查的重要性，那最主要还是请病人尽量放轻松，那放轻松的主要目的就是你肌肉不会用力，然后也不会紧张，那他照的过程就是对疼痛的程度会更下降一点。是，听说接受这个乳房摄也有一些小配播，有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对，就是最主要就是我们比如说他现在做检查，我们都问他说有没有小生美容啊，或是有没有隆乳过啊，那其实在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有隆乳的话，你可像我们跟他解释说正常的患者我们可能会照4张，那如果你有隆乳的话我们可能会照到8张，因为会另外4张是要帮你把水带推开，那照正常的组织。那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摸到硬块，那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有摸到硬块的话，我们可能照下去，那我们会觉得这个肿块看起来里面是不是有小钙化，我们会要去做局部的放大作用。那我们可能会跟病人建议说，比如说月经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乳房很胀啊很痛，那我们就会跟他说，那我们可以安排说月经完之后一个礼拜我们再来做检查，这样会比较好。那还有就是检查过程就是腋下淋巴我们也会非常的重要，因为腋下淋巴有时候他可能照侧位的时候他腋下会顶到那个机械肩节，他觉得非常不舒服，那我们就跟他说顶住的话我们可以照很多的淋巴结，那这样看得会更仔细，那医生他在判断上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你有哪些乳房上的状况。是，其实这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说是在月经周期的时候月乳房会胀痛，其实真的不适合做乳房摄影，最好是月经结束后的一个礼拜来做是最好。所以想请教一下庄医师，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乳房摄影既然那么重要，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从一些乳房摄影先的 X 光片来带我们大家来认识一下，到底这个肿瘤癌症在 X 光片上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局部放大的那个乳房摄影的肿瘤，它是就是大家看就是外面这一层应该就是皮肤，然后下面就是一些
就是脂肪，那白色的部分就是那个乳房的腺体。那在这个部分呢，有很多很多小小的钙化点，细微的钙化点群聚在一起，那这种很有可能就是早期乳癌的特征，或者是原位癌这样子。是，嗯，好，那这张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它的那个，就是它的因为有肿瘤，所以它密度比旁边高，所以它变得更白。然后它也是有很多小小的钙化点，钙化点聚集在一起，那这很明显就是一个肿瘤这样子，应该就是乳癌。是，可是其实我知道任何检查都有所谓的未阴性，所谓未阴性就是说已经有癌症了，可是还是检查不出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各位，就是说，因为哪些原因有可能会造成所谓的未阴性，造成误判呢？哦，事实上还是有大概15%的那个乳癌是无法从那个乳房摄影中去诊断出来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伪阴性啦。那通常乳房摄影影响比较大的是乳房的致密度，哦，那大那个乳房的大小比较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样子。啊，所以乳房大小没有关系，影响的是乳腺的致密度。致密度，对。是，那所以云珍，其实像乳腺那种致密度，因为在检查过程有时候变化，觉得说一定要压这么紧吗？可以放松一点吗？那通常会跟他说，因为乳房的乳腺有时候很致密，它有可能会跟我们的微小钙化会重叠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医生他可能会看不清楚，有可能会 miss 掉某些部分。那所以我们才会帮你压着这么紧。那乳腺它可以跟一些微小钙化可以错开，那医生就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样，所以可能就是要请他们就是配合我们，那让这个检查可以更完整。所以，当时在处理的，就是在照射过程中，请他们忍耐一下，就是为了要能够看得更清楚。是，那美玉女士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听到你那些病友会跟你反映说，当初因为没办法忍受，反而照不清楚，要再重照等等？对啊，心里会很害怕，心里没有建设好哈，那又再重新又再照的时候，真的是。所以那时候病友有听过这样子的分享吗？有好多。是，那你本身呢？你当时候呢？当时候，我当初还好吧，就心理建设好啊，转移注意力，是转移注意力就很快就。是，所以真的是要一个双向的沟通哈。所以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看起来说，如果说这个检查有这样的死角，我知道说现在有所谓的超音波检查，跟这样的个乳房摄影检查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它的优缺点在哪里啊？乳房摄影跟乳房超音波其实是互相辅助的工具啦。那很多尤其是我们乳房筛检会看到很多无法判读，或者是需要做怀疑的，或需要做进一步检查的。那当这些病人拿着这个 X 光片来我们医院来医院就诊的话，我们就是会第一个医生会先帮他做触诊检查，那会详细问他的病史，然后这之后再辅以超音波做辅助，那甚至有需要，甚至那个会再重复做局部的乳房摄影放大，做局部的那个显影这样子。像这种在乳房摄影上看起来蛮明显的肿瘤，在超音波上其实它有时候只是一些不规则，看起来比较不规则的样子，所以就是他们两个是就是相辅相成的，并没有说哪个准确率比较高这样子。是，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年龄，假如说我现在才20-30岁，可是我还是很重视我的健康。可是刚才说乳房摄影好像必须要年纪比较大才能做，那我该怎么样做自我的检查，或是说做进一步的一些检查呢？现在我们那个国健局的乳房就是免费筛检，是在45岁到69岁中间。那超过那个40岁之前的那个病人。就是女性朋友，她们因为乳房比较致密，所以你用乳房摄影并没有办法说很清楚的判读出来，所以会建议使用做超音波检查。是，那请问张医师哈，那我家属史都没有，那现在我女儿快40岁了，她可以做检查吗？那所谓的乳癌家族史，就是说你的那个亲戚里面有罹患乳癌的，那尤其是2等亲内的女性亲属有罹患过乳癌，那这个风险性就更高。那所谓的2等亲，就是
就是一等亲就是包括母女，那二等亲就包括祖母、外婆，然后孙女或者是姐妹等等。好，那如果说一等亲内有有亲属罹患过乳癌的话，那您的那个风险是一般人的两倍。好，那如果说他那个如果说你的亲戚还就是女儿还比较年轻的话，那就可以就是去医院就诊，然后请医生帮忙做超音波检查这样子。那我想请教一下，最近啊，就是那安吉丽娜·裘丽啊，因为她做个基因检测，发现说她是个乳癌的一个高危险区，她去做一些乳房的一些重建手术。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台湾女性有需要这样子的一夜费时，有需要去做个乳癌的一些基因检测吗？一般就是亚洲人的那个比率，就是那个 BRCA1 跟 BRCA2 的比率大概是1%-3%啊。那通常就是说，如果说你的那个女性亲戚里面有40岁以前就得到乳癌，或者是您或者是亲戚中曾经得过卵巢癌或者是卵巢癌或者是子宫内膜癌的病人，那可能会有需要去做这个检测。那要不要因为有这带有这个基因就去做这个预防性的切除，这个就不一定了。是，所以还要听一下专家的意见。可是我真的是想说，我有时候我们女性有时候自己摸一下，摸到硬块就很紧张啊，就很怕是恶性的。可不可以请庄医师带我们来做一下自我的，应该如何正确的一个自我检测才是好的？那一般乳房自我检测要是大概请女性就是定期就是1到2个月就做一次了。那它的时间点也是跟乳房摄影一样，就是经期后，对，那个月经周期结束后大概是1到2周。好，那做的要做之前，第一个是先观察啦，你可能对着镜子，然后观察自己的乳房，像有没有凹陷的部位，或者是特别隆起的部位。好，那要做的时候你可以躺着做，躺着做可以就是在身体后面垫个毛巾这样子，就是垫个枕头让它平起，就是抬起，那胸部比较平一点会比较容易做。那做的时候就是例如说你要做左边就把左手抬高，好，然后右手就是用两指或三指然后按压这样子。那一般就是以同心圆状去做按压，然后触摸看看有没有那个肿块这样子。那之后就是检查说，就是最后还是要挤一下乳房那个乳头那边，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分泌物这样子。是，所以美玉女士，您现在也是有在定期在做检查？对，5年内都要做定期检查。是，那所以接下来就是说，想请教一下三位，就是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就是说，在乳房摄影上有些提醒或建议，可不可以请庄医师先？乳房摄影上的提醒，那个一般就是建议说，就是每2年做一次，应该还是蛮必要的啦。那建议是说，可能就是如果你可以在特定一个地方，就是长期追踪，会比较容易早期发现，然后早期治疗这样。那因为现在乳房摄影的机器都越来越先进，那一般的放射师啊都是女性放射师，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们第一万也是让小三很多讯息可以知道的。真的非常感恩三位今天特别的精彩的分享，让我们能够从医师、放射师还有病友的直接，能够让我们更了解这个乳房摄影，让我们各位聪明有智慧的女性能够了解说五戒五波比为我们一辈子的健康。今天非常感恩你的收看，知为守护爱，我们下次见。